哇，这个温酒师打近战，属实有点夸哎，张旁边啊。人多，兄弟多，不怕，全来了，龙宗权也在，阿伟也在，压制住了，是。门口有温酒司，这波我知道永远为什么没走，这龙 Z 在旁边，我有枪，你别怕。阿伟说高点我也有枪，这波真的是哎。但是 DDT 最南边其实是有一个人的，来看一下战队淘汰距离分，哇，打起来了！打起来了，ACG 直接撞过来了，Monster 倒了，刚下车还有一顿小碎步，龙四根落地就半血，灰灰在原来了，艾希来凑热闹，这许生还在路上呢，没有到。啊，龙四根也倒了，近点，许生到了之后是一个一打一，来过点点被，信息，倒地的兄弟来点信息。过点被架住了呀！哇，外面乱 K，这么紧张的时候居然让我看 K。哇，直接莽掉 ACG 最后一个人，但是兄弟们没得救了呀！艾是希全来了，上面还有 CDK，我的妈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全是分啊，地上！没得搞了，化神还搞了一个小手喷，生气了。凭什么别人能冲我？我不能冲别人吗？对，冲不了吗？我有这辆摩托车，很快。但是白龙马跟博良的一波配合没问题。哎，悟空，拦路虎，这 DSS 过去一个。因为这个圈型还是比较依赖载具的。哎呦，小鹿这边边和菠菜，一对一的一个对位，感觉是菠菜被埋了一手啊。但是这两个人停车的一个情况，明显就是地形不了解。这是真队友，完了呀，压屁啊！这位置高点，RBS 还能补到，亲兄弟撞都撞一个地方，上很哎，舒服。哎这不知道吗？感觉有点呛。这个走位有点。哇，这 S12K 王骚骚，112补枪，那112也倒了，这是有预谋的攻防。是，就真是带家伙来的呀！这是 RBS 刚才没看到，应该是。疯了烟了，怒救。112被补了，天美两个人不好过去啊。那个这个一层楼到砖房中间这个过点稍微长太了一点，平了，对。是被白打，再加上高点有人放过枪的，对。这种距离也不可能的。两个胎爆了，两个胎爆了，哇，就差一枪，哎呀，这一枪好气，哦呦，艾奇给上到了，了啊，还是打到了。但是补不了了呀，还没有其他人能看到，真的好气，就差一枪，完那居然了，一拉摸出来上了，来了，出事。裂开，虽然有兄弟进坑了，但是离得有点远啊，支援不到啊，而且自己人生地不熟的，也不知道周围什么情况，不敢动。开了这一路，马上要到目的地了，车胎爆了。确实太近了，而且是忙中之忙，都别人已经选完了的那种。过去的结果估计还和 DT 差不多。那角度的时候，他们就选择最直接的、粗暴的这种方式，我就走实程，对，然后拿高点信息，一点一点玩。不走寻常路，嗯，难走的路我就慢点走嘛。对，我也这么远的圈，我也不未必就是一味的要给你提速抢顺位。鱼人又是栓狙。哎，没看到第一视角啊！上一局的复刻，对吧？上一局就在马路边缘的防区，对，这一局到了这边一个打劫的位置。还是想把这一侧的队伍逼走，让自己这一侧至少是干净的。DSS 动车的时候把自己队友给撞了，来了，直接移。哎，第一个没移掉，第二个蹦蹦也没移掉，还能打吗？但是对方人太多了，补了一个，啊，可以补了了。一个还，可以，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。来，太难走了。最近疯狂练攻防，哎呀，这个压雷制到直了，接塞脚底，然后又看到了哎，两空边了，都空没了，动。空了。小海啊，看不见人，这是在烟雾弹里，被小海混死了，曹操。哎哎呦，呦，又被，这是远处的枪线，对不是的，也倒了。小海一激动，把鸭皮补了。这烟雾弹里到底趴了几个人也不知道。那你这，哎，看到了，这看什么呢？这两个人四目相对，这是人吗？确认一下，然后 确认过眼神，对，对，是。有点像对的不暗号。是。哎，这一波打得好搞啊，节目效果拉满。节目效果拉满。
4M 也被发现了，因为高点 RBS 4M 果然这架不打了，我直接进摩托很危险，是真的，这个摩托车它不只要吃摩托，还是两个人，为什么下车了？哦，这个雷，这两兄弟没了呀，这怎么走啊？其他两个人也支援不到了，第一时间。对的，金海先边缘了，然后绕回来了，阿伟绕到了防区后面去，还是绕回了这个防区的底部，想去报仇，想去打嘛。但是 RPS 这两个包舔完了，他能走的呀，感觉 CTG 压力拉满，是的，前面推进的空间很大。对，哎，好准，妹妹一枪头，但人头要被 K 了，对，木子里被打下来了，而这是个好事情，他肯定要往前站，就是爱切后续的圈型，估计还是要打 CTG 的，能打下来一个，这个信息是有的。对，欧米伽在这个位置也能打得到，想要拉过去去丢雷了。CTG 这位置超危险，但是四面八方在炸空气，他炸什么？啊？是之前那辆车？是那个灵车吗？是那个灵车吗？对的，那辆吉普。DT 的那辆就是在被捕，原点还有七五枪线，是自己拉过去，这过点又太长，右上角瞬间刷屏三分，舒服了。这李白补了好几个人，怎么自己今年不过 RBS 感觉在找 4M？ 嗯，这个已知信息的话，他能找到的话，两个人哎看到了，哇，直接集火，差一枪，扑了，两个人，哇，这四个人直接平地干啦，反正后面这个圈线要腿着打了。嗯，艾希的雷来了，跑跑好准的枪，直接打到一个花神。对方是高点，人还多呀。哎，不，这个车直接 CTG 被淘汰，艾希两个人撞到了 XCG 脸上 ，TYE 的机会来呀，艾希也没了。哎，对 ，XCG 倒人了 ，TYE 被架回去，一个隔着150多米的队伍出现在了面包房，然后面包房的枪线影响到了 TYE 的抉择，直接架回去了。还有架枪位，脸被白了。emo pig 站起来，看到一个没打。哇！后续队友补枪打了一个 ，TYE 只剩一个。SG 二打一，雷没炸倒，剩还有两颗，还能炸，赶紧炸，这样的话队友还能救的。再拖的话 ，RBS 要来了，又扔过了。我右上角 SMS 刷屏。KRG 也被淘汰，打完了，哇，圈也来了，嗯，最终还是就刚才那一波真的是感觉有点机会，是，主要 SMS 那个枪线确实是影响到了，实打实的打到人身上造成伤害了，嗯，哎，拉起来赶紧往后溜，最好的分数的角度了，这颗雷两个一丝啊，补枪打倒 ，Nimo Pig 也被小虎打倒，哎，欧米伽好准。阿哲的补枪打残了，架住，对，问题不大，张大哲应该是有的救。哎，这个闪没闪到，看到。RBS 这一局打得真灵活。是，这个位置清完之后，他面前的只有一颗火，这打一个补都补不了，我感觉。一个，这瞬间就被一枪带走，还打头了。嗯、头盔也没有，就一枪。嗯。刚才埋了两个人，是想卡这两个人想卡住天霸，其实有难度。直接来了，哇！有人狙倒一个，你看吧，就是主要是要看击倒的。这波就是给你打分来了。落车的位置不是很好啊，有点打滑了，落一倒两个，大哥换了一个，直接补。这波来就是来换分的。对的，侧面顶下来了，有人要开车来了。我不考虑后续了，能给你换。但原点还会被天霸所抽，这个二层楼漏风。手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投掷物，我又打一个鱼人卡枪口了，要把人补掉。哎呦，当着我兄弟的面把我队友补了，什么意思？行，这真的是这个局面了，这地形太难打了。嗯 ，SMS 两个人还在给足天霸压力啊，天霸没有往坡上去走，高鑫腾出了个手，后面直接把林叔给击倒了。哇，林叔这个站位是不是有点太？他是守两边，对的，天霸就想要这样的感觉，来了，突破完成了，小九，哇塞，这一波 SMS 回去了，回去支援去了， DDT 也有机会了，我又炸一个吗？又炸一个，哇，
又是小九，这是雷神小九，九少，那典型的一号位，这个顶的打二打一，啊，四打二打二，第一题救起来了，出来整了一波四倍金牙枪，手里还有两颗雷，把它扔了吧，四打二了 ，SMS 已经没了。确实一点机会都没有，纪念道具直接压制，现在六幺的脸上全白，站起来就被秒了，哎，又是小九，直接穿草皮打掉，恭喜天霸八杀吃惊。